那咱们一起选一个，行，三二一，停。哎，是要两个对吧？一个，生气，你轻点撸。亲爱的同学你好，你将翻拍《欢天喜地七仙女》。今天要翻拍的是《夏洛特烦恼》，一剪梅片段。一剪梅，没有想到我是个爱哭鼻子的傻瓜，我看成了爱哭鼻子的冬瓜。这个电影我看过好几遍，都是陪朋友看的。怎么样？挺秀。结果你在睡在旁边了是吗？没有，醒了，每天都看了，这还真的是比较熟悉。一到这个一剪梅的片段，醒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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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当好学生，优秀团干部的样子，我也没有想到，夏洛特，你要下。阳光我照耀了一阵你的手，你就大鹏，可是你的嘴啊不那你啊，那别这样。我刚发起了，我这么圣洁，就变成了一个整天美眼睛硬硬的猴子。我再也不是班上的三好学生、优秀团干部了。我寻思这夏洛特，你别提他。让阳光照耀你我，真情真美。我再研究一下你那书啊，他不认识你那嘴呀。你学不懂我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。这头剃哈是哪里啊？哈是哪里啊？不会做，搞突然了。